历经每三位成熟的护理师陈伯儒将爱家己爱家己的健康操结合健走中，开发出合适大人会当好好运动的健康操。我们卫生所啊，在我们推广健康操这件事情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我们嘉义县有一个自己的健康操的歌，叫做爱嘉义爱自己。那因为呢，我们在推竹杖健走，所以我们在长辈拿竹杖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如果我们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竹杖带大家一起来舒展筋骨。那经过我们公卫护理师陈伯儒护理师的努力下呢，就是我们开展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爱家也爱自己的竹杖健康操。主任曾文宏表示，此种运动唔但会当增加运动时的稳定性，也可以当让许多人进行更加大范围的延展性动作。此外，随着嘉义健康操的主题曲《爱嘉义》的播放，许多人会当伫健康操中得到身心的舒缓疗愈。新新闻内角梅山乡彩虹不得。再讲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